这种东西我最 steady 了，来，赵静刚刚，什么？什么？开心吗？你开心吗？你开心吗？我先留言 ，Let's go。Hello YouTube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董。Yeah， 这一次我又来一个上场尴尬癌。Yeah， 上场尴尬。这一次我们有什么呢？有关的。shopping 尴尬一样啊，shopping 尴尬，尴尬啊！这次我们换了一个人，还有两个型的，也就是宋老师，明堂，跟林子哥，耶！天明 ，OK， 这次玩法呢，我们就不一样。上次我们玩法是玩什么？我们抽纸嘛，如果说是喜字的话，我那个做男人，如果说拉，就是不用做。可是这一次，我们就以扑克牌来决定。Yeah， 我们讲决定很简单的，一样的，我们以号码跟花色，黑桃、爱心、梅花、方块，我们就跟着号码来顺序啦。我们黑桃花色，只要是你号码最小的话，你就要执行我所有那些第三个人的步。OK 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上一次我回来呢，就是我们谁做的最少的尴尬的事情，因为我们都要被惩罚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就小杨被惩罚好吗？唱歌哦。如果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拍最多，谁做最多次的就要被惩罚，因为证明那个人很衰，证明那个人很衰。不过那个被惩罚那个人呢，还是可以求救的讲讲呢，他会有这两张牌选择。如果抽到这一张有颜色的话，他可以丢那个惩罚的物给其他人，他丢给谁？如果抽到这张黑色的话呢，就是他自己要记啊，几张单啊？惩罚一样，唱一首歌，一起。两只老虎。OK 吗？可以来，现在我们来第一个任务。Come on, let's play. Let's play. 现在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大大声讲电话，假扮你朋友坐直升机找你，打掉架来这里下降。OK， 就这个问题哦，可以吗？来来来，随便来看。现在我们来抽牌，来。反弹，来，你们先拿吧。哎呀，我抢哦，我抢啊！哇，一二三，十，哇，黑板板，十五，哇，轮子哥，这个是。OK， 所以这次就要由我们的轮子哥来完成任务。没办法，谁家第一次上马是不是？啊，我们来看轮子哥，轮子哥加油，执行任务吧。你现在在这里，我是个守望员啊！啊，离开直升机哦，太漂亮了，我在直升机等你。啊，我在问你啊 ，OK。OK， 现在这个任务就由轮子哥完成了，这个怎么看？有喝到啊？不是有喝到啊？应该要到。应该要。然后现在呢，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地上滚，然后大声喊讲，哇，舒服啊！讲两次，简单哦就可以了。原来一样抽牌大小啊！我妈抢哦，抢哦，全抢！啊哈啊哈啊！一二三，水，接，哇，七，你九，小杨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看小杨来执行任务啊！嚯，这种东西我最 steady 了，来，咚 ，small small， 哇，冰凉，舒服啊，冷。夏娇梦极爽哦，哎呦，冰冰凉凉哦，哇！哈OK， my challenge。江小杨，我已经上了，我上了这个频道，我已经很习惯了。习惯了啊？觉得习惯没有什么感觉啊？没感觉啊。所以我们话不要讲多，我们来接下一个任务。
OK， 接下一个任务呢，就是买一个食物，然后你要去找三个路人，你要跟他讲，哎，这个老师可是你没得吃，要那种很小孩子的语气，可以吗？给他，我来抽牌决定。我拿第一张啊，哎，拿两张。轻轻啊，来，抽，把牌放那边。来，你准备，来，来，抽牌，你抽。一二三。谁谁？我七，我接，我八，六哇！又是恭喜龙子哥，又是龙子哥，哇！恭喜，恭喜龙子哥，来恭喜恭喜，恭喜龙子哥，又是龙子哥，我要去买一些零食吧，我先留下 ，Let's go， 找人找人，好吃啊，找人找人。来找第二个人，三个，总共三个，三个路人。他们现在头上是满力问号了。给我们讲那个。这个我问你，这个人有点。哦，问号问号。给来，还有最后一个。很尴尬的，直接走掉。哎，刚刚轮子哥又完成了他的任务，尴尬吗？超级尴尬。啊，就超级尴尬，那些人也是这样子走过吧。OK， 吧下一个任务就是你要假装你是李宗伟，然后铺在地上假假借球。OK， 现在我们来换一个任务，就是呢，谁等下拿牌拿到最大的那个人来做 ，OK 吗？可以。OK， 好，我们来换任务，不会是拿最小的？五个人吗？我们五个人去拿最大谁做？来，现在我们来抽牌。1、2、3，谁最大？哇，谁呀？阿姨抽吧哦，不要，哥哥带你飞，哥带你教你打篮球，打羽球。Okay， 这一次呢，不是小熊彪玩到就是像你刚刚出的那几下，因为他膝盖受伤，所以我们要体谅一下，我们不要为了 YouTube content 而去不啊，我们不要去这样子伤害自己，伤害其他的，我们总是。刚才我已经 steady 有演出来了。啊，已经有演出了，所以说 OK 好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来下一个任务。OK， 刚刚小杨完成了任务，我们接下来这一个就是在收银员面前为他加油啊！这也就是讲说啊，给他一个鼓励，因为大家出来工作都辛苦了嘛。爱的鼓励啊，就是。OK， 你可以让你加，我们来加一下，我们两次啊。对。OK， 这一次也是一样，因为刚才两场是比小的嘛，那上一场是比大，那这场也是一样，除了牌面最大，谁来做这个任务 ？OK， 牌面最大，牌面最大了。回来啊，准备啊，1、2、3。哇，哇塞，谁？小杨，又是小，又小杨最大。我问一下，我先问一下你们奖，我们三个还没有中到奖哦。爽吗？爽啊！开心吗？你开心吗？你开心吗？听到吗？我记得哦，我记得，我问你们啊，还要再玩咩？还是已经三场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已经三场了，还要玩咩？还要四场。OK， 现在我们再来什么？他都已经三场了。哦，已经玩了吗？都玩了嘛。OK， 所以就问一问到底结束，如果我们现在惩罚就是没有了。